千宝机械是一家专注于生产珍珠棉与各种包装材料的深加工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型企业，旗下拥有广东千宝和广州千宝两家公司。广州千宝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2021年被国家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广州 CBD 中心的天河区，工厂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广东千宝新远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 公司坐落于肇庆国家高新区，工厂生产车间面积1万平方米。千宝机械拥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公司现有技术专利50多项，100多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专业的销售团队，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全方位为客户提供售前咨询、售中服务与可靠的售后保障。千宝机械历时2年。 于2017年研发出第一台热风粘合机，凭借创新技术，热风粘合机可以完美粘合多种不同的软体材料，如 EPE、EVA、XPE、IXPE、EPS 等，很好的解决了各种粘合问题。千宝发明创造。 为包装行业拓展了更好的发展方向。截止2023年，千宝机械的热风粘合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了90%。千宝设备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各国，包括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荷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文尼亚、挪威、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新加坡、土耳其、以色列、韩国等60多个国家。 千宝机械始终秉承持续创新、研发制造行业更先进的设备的发展理念，本着质量至上、信誉第一的服务宗旨，为全球市场的客户持续创造更多价值。